剑道啊，它是一个礼仪的开始啊，所以我们是从礼开始，也从礼结束。在我们比赛的时候，开始要跟大会敬礼，进场要跟对方敬礼，结束后也要跟对方敬礼，这个都是一个礼仪的开始。男生是多时间都是在清溪国中这边跟剑道馆练，啊，有时候男女会大合训，有时候就是去台中。老板练，我被赶离家，因为打不回去。现在懂了，现在这边差距比国一点起来，还在这边。国中的社团接触到，对，他因为好玩，所以想要去试试看。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打剑道，其实对剑道有一种憧憬，会觉得说，如果继续打，继续运动，会不会跟漫画里面的选手一样厉害？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剑道，是因为我的干爹，他是第三届世界杯的国手。接触是国小，我们小学就有剑道社。就我哥哥先练，然后教练就问说：“哎，你妹妹要不要来练看看？”晶体出来的时候是田径，那因为这是杨秀珠老师的因素，然后就带我到剑道这个领域，我大概快三十年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六。一。你没有打中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黏住它。再是最急的离开他，好吗？比赛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就没力了。假设你刚没力了，林月在挡挡挡，黏住他，可能被判犯规，也比你在那边，你那边在这危险地方打中好，懂不懂？来。你们在打的时候，那为什么那个叫声是为了要助威吗？还是它是有一个什么规定要有叫声？我觉得是助威，也是一种气的酝酿，那还有就是气沉丹田的一种运作方式。其实那个比较细腻的，我觉得，如果说外在看，可能就觉得是助威吧。其实那个跟气的运作有关系。声音没有出来，然后我们的脚跟手没有同时，对对，那就是所谓的气剑体。它是一种表示的方式，声音，然后剑的打击的时候跟身体要同时同重。像我可能有的人会手出去，脚没有动，那也不算，就算你打到也不算。有效打击分为四点，第一个就是头部，就是我们会喊妹，然后再来就是喉咙的部分，我们喊 Zuki， 然后再来这边是 Kode， 手部的部分。还有我的同台这边肉，那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打击？打完之后，你的力道又快又狠又准，你有很充分的弹性，就是喊声，就是说哦，这支是我很有信心，我有打到，那自然裁判他就会去做判定。逐渐呢，它就是有分剑旋，就代表刀背的意思，然后这边是刀刃，握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剑旋一定要朝上。好，那打击的时候一定要用。这边去打击到对手，这个才会称为有效的打击。这么突然，对，好累哦。好累，那你脚还好吗？我脚还好，就是磨那个磨太多了。你不想去？好，今天哦。
毕竟哦，咱台湾呢，还包括维度宽，是不是很长？脚都会破皮。就是如果场地就是场地板太脏，就是脏东西这样磨，就比较容易破皮。因为它会有那个黑黑的，就会有沙。我看你们超多人脚都。对啊，都缠得很夸张，对。等一下还要对打。对。一定要打，不能不打。不打会被骂。因为练剑道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全身上下不管是心身都很累。剑道是需要忍耐的一项运动，在训练的过程中是非常辛苦，然后相对的你在训练中的苦，如果你能够吃得下，在生活中应该是不会遇到比训练中更苦的事情。剑道的苦除了体能上的负荷，然后精神上的压力，精神上的压力不见得是来自于教练或是你的老师，有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，或者是说你希望赢对手，然后达到好成绩，这些都是压力来的。阿红这种进来了，重点会重点想吃的，对对对，这是在选剑，就是想说比赛，然后送我们两支箭，可以在比赛的时候用。这个里面呢，包括你们的机票，还有韩国的入境卡，都帮你们填好了。你们稍微看一下，自己在上面签名就好了。哦。拿到机票的时候，有没有有一种紧张的感觉？真的要出发了。那你跟哎好，下礼拜。希望可以拿到前三，得到世界第三，就是世界前三。因为台湾已经有大概三届没有拿到奖牌，上一次很可惜在小组赛就落败啊，这次当然是希望能够想办法拿到第三名这样。就是大家共同的期许，就是也很希望再一次去拿到这个前三名的这个荣耀这样。啊，世界锦标赛啊，每三年一次。那这个是剑道运动的最高的殿堂。那世界杯从刚开始啊，前几届啊队伍不是很多，那十几个国家，现在啊到我们现在这一届要去参加比赛，已经到50多个国家参加了，所以它是一个慢慢啊在新兴发展的一个运动。M 就是 man 的意思，然后 low 是低，然后 K 是 cold day， 对，它那个牌子就是有一定的重点是给裁判看的，对对对，还有观众也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你们都是过来观察对手？对，我们来为了礼拜天的团体赛做一个勤收的动作。要一个人这边，一个人这边，对。是的，大家都是很喜欢来这个，都是很喜欢见到这个舞蹈也好，运动也好，才会有那个意志去坚持来参选世界杯。因为说真的，见到这真的不是职业，很少就是为了见到抛下一切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台语啦，欢喜港湾。那大家就是有这样的信念才会在一起。打得开哟！所以，我们男生女生这次应该都是打到前十六，就是最好的选手，就是成绩都打前十六。
等一下几点比？我们应该是下午了吧？团体赛，先团体赛。嗯，就等他们打完。个人赛打完。嗯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第一场，还要跟新加坡。对哦。学第二，三，然后嘉荣第四，嘉颖第五。哎，没错没错。好，走。경기장별로심판주시기바랍니다脚都流血了，你不要剪破啊！他已经帮我剪破。这我没这样。你要干嘛这次？搞不动大家。看他们怎么打，力气太碎了，但是他机动性很强，攻击力蛮多。他们每一个都攻击力都很强，就是力气都怕。那个遇到那个三号的特别注意，好、哦，或者可以假装靠的，假装靠的他开始假装困他们，近一点没关系，近一点，因为你要主攻，你要主攻才近一点哦。如果他攻你会死哦。你要主攻打他就很赶的这种拍你，让他给趴过去，别问题，几率很高。好吧，加油！等一下的对手是匈牙利，上届第三名，所以第一场算是硬仗，但是如果顺利过关，后面就会比较顺利。想买金要判EQRK，你看卖伊成绩耶。
你过来看啊。台北，台北。Thank you。咱赢啊！最后一支有赢了，他自由定投就是咱赢啦，哎啦。三队哦，三队的分数高就上来，积分高就上来，所以等一下打一定要抢分啊！今晚今天说吧，好好好，那接着搞，来，赶快快速的快速去看一下啊！是会先比人头还是先比？先比人头，对，人头如果都还是一样，才会比输输。他们现在第一个是输嘛，匈牙利的第一个输给葡萄牙，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，其实如果我们也都赢了，这个还是一个优势啊。伊人抓起来一摆，伊若看伊这个手叮当，伊这个手好，啊，你就了。伊在这边就敢那咱拍上大眼，吼，啊，迄个伊是拢要拖平，迄个拍法，吼，所以你对伊确定，嘿，对，对确定也好，对出击也好，再来对腰骨落，知影意思无？好，应该应该后边，那我们前面，嘿，前面那边吼，我感觉迄个像微纯，你拍头前，所以咱头拄仔拍迄个。葡萄牙已经气势起来，所以大家吼在拍的时候，都较定睛点，都修饰点。比较少数，因为你看世界杯拿双刀的不多，他是使用短刀跟长刀跟我们做攻击，所以他的变化招式跟我们使用单刀不一样。但是他主要还是以长刀打击为主，他小刀可能就是利用架剑，然后用长刀去打你。不会，我等下要跟韩国去拼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跟家己在做无好关系。不好意思，别别别，我讲，你就尊重就好啊。前四强必选，真的太荣幸了。兄，你们你们还够快哦。快，好吗？好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，太好了。当然，就像当初讲的，就是如果可以进前三，我是觉得还 OK 啊，还不错。其实对到日本输掉，我觉得那本来就是意料之内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只是说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，可以退休了。两次世界杯都第三名，可以退休了。老师要你在才有第三名的台湾之光嘞，老师要留你在哎。Third place, Chinese Taipei and USA。
因为平常打架也需要注意一些体态什么的，就可以可能改正什么驼背啊之类的。有不退的精神，就遇到事情就会有不退的精神，就希望可以用尽各种的方法，然后找到成功或解决之道的。啊，因为我们去练剑道之后，什么东西都很辛苦，你都不会觉得那是辛苦，而且我们心会比较定。很多也很好，因为在工作上让我感觉怎么讲，很多的忍耐啊，然后一些要求啊，你可以把剑道的精神放在工作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打剑道是一个很好的事。因为学剑道是讲求礼节，对，那对于你的谈吐，然后包括你的动作，一些礼的动作啦，或者是待人处事这些，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。然后啊，人际关系，对，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。哎、欸，奇怪，节奏不对，应该要出去。And something to recover for the best. Yes.